干嘛？看这要干嘛？哦哟！你有印象这个黄帽吗？这个戴黄帽子的。知道啊，他咋地了？他骚扰过你没有？有算骚扰，但我跟他吵了一下。他要钱吗？他就是要钱的。就他跟你要过钱吗？他没有说要钱，但是就住只要给他钱就没事。对呀，所以就刁难别人了。所以很多人就反映说他有时候要钱。对。我有一次问一个就是在新世界这里卖东西的，我说要过钱吗？他说没要，但事实上人家说看到他给钱了。对，很多人就是他不想承认。对，他也没有要我钱，但是很多人说给了他钱他就不想骚扰你。对，要不他就骚扰。对，装模作样的也扫扫地。对，还把那个地铁就是火车站上面那些人赶走。所以你知道很多人支持他，真的？对啊，因为有些人觉得没有人管这些地摊嘛，就是无节制的在膨胀，占这些位置。他现在在这里霸占着，等于也在阻街嘛。看黄帽又在星巴克这里耀武扬威，在推这个人的购，这个看，吵起来了，看他要干嘛？哦哟，暴力踢人家的货呀！这黄帽用脚把人家的货踢飞了，看地上这些箱子踢的，这是 Amigo 啊， Amigo， 看又来捣乱了。又要过来管这个摊位吗？看，大力的在弄，看，在弄人家的摊位，又在管这个，又要管，看，再吵，让他 go，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，他赶的声音非常大。看黄帽又要管地铁站这里了。火车站这里，You see this？ 谢谢。